灰熊亮相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一路飞，我们一路呢，这个返回台中的路上呢，一路平安啊、哦，一路平安。来，先把看到诶，我们先把看到诶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场音乐稍微小声一点点哈、哦。看到咱的三十六技术的知影讲哦，咱的酒精吹、杯清吹、准备杯高。那等一下呢，在我们这个阵头过去之后，咱准备回来邀请到咱的，看会看到咱的天雄信六性感哦。